该比 NINUSM 对面开了14年的落地吧噶，十几年来当地朋友都非常 support。这边的 menu 有8贵行好路给，重点是价钱都不会超过20块。先讲它的招牌 Malaysian Dosuka 的落地吧噶，每一片都会把卡了过后再送进 oven 烤一下。最新 launch 的这个番茄肉酱 cheese 拉丝 sandwich， cheese 搞到可以让你拉到去隔壁桌子。另一个虾仁 cheese 炭烧烙底，它的 concept 有一点像披萨，可是下面的面包烤得香脆，吃起来我觉得比披萨更棒。再来这个 butter peanut butter 配香蕉的组合，传统创新结合，焦香酥脆的面包夹着甜甜的香蕉，他们家的 French toast 吃起来不会像平时吃到的那么油腻。老板选择用 pan fried 来代替 deep fried， 这个吃的时候配上他们自家做的传统咖呀，软软的面包吃下去还带着鸡蛋香。苏嘎芒掌柜的朋友罗迪竟然也有出现芒掌柜的组合，加工花生炭烧面包，又香又脆又勾料。今天第一苏嘎的 chocolate 罗迪巴嘎，他们独家调制的 chocolate sauce 超邪恶，满满淋在烤面包上面。而最新推出这个 dipping 罗迪巴嘎，绝对是 Malaysian 苏嘎的物件。面包切成块状，每一片都是金黄酥脆的，拿去沾上咖呀跟蛋奶真的是一流。这个 dipping 罗迪巴嘎加上一个饮料的 set 只要7.9块，餐冰是他们的招牌之一， ice chocolate 浓郁带奶香，这两个都可以在 dipping 罗迪巴嘎的 set 里面给你做选择。 by the way， 伊朗的白狗比是老板特地从怡宝传统炭烧白咖啡那边订过来的。 for agar what I recommend honey cucumber 冰沙，养颜美容。再来这 set charger bowl， 它有饮料跟 salad 还有一碗饭。这个系列有4个选择，我们选择的是 dark sauce chicken， 味道不错，整份的营养配搭也很周全。老顾客最爱的人当鸡饭，他的饭用真正的班单子去煮，嗅起来吃起来都很香。他的这块鸡腿比我的手掌还要大，单单这个人当自配饭我都甘愿了，这个真的是 highly recommend， 够香够辣够味道，分量也很够。伊朗的咖喱鸡不是十几年来只拿出名的，这边有一道传统风味的咖喱鸡配大米糊，沾上蛋液拿去煎了的米糊，配上他们浓稠香辣的咖喱鸡，米糊香配咖喱香真的是 very the good。 伊朗咖有咖喱鸡配碗汤米也是 customer 很喜欢的， Q 弹的云吞面淋上黑酱过后再配上咖喱汁，它是蛮辣的，吃起来爽口弹牙又刺激。这碗看起来很像鱼头米粉的海鲜牛奶羹，是陶给说打打鸡用牛奶新鲜熬煮的，它的汤头浓郁清甜，里面的鱼肉鲜美嫩滑，拿来配粗米粉一流。这边陶给说自己做的萝卜，选择用鸡肉来代替猪肉，完全真材实料，你还看得到里面的鸡肉块。鸡肉沙爹不是伊朗自己腌制自己做，它厉害就在能够 keep 着肉质鲜嫩多汁，沾上他们特制的沙爹酱，吃下去微咸香辣，古早风味洛克美食。重点是价钱亲民，不管是早午晚餐还是 high tea 3.3，就朋友同学同事都可以来。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关注铃声。